立委于天要力拼连任，而今天上午他的青年军也正式的成立。不过虽然都是年轻人哦，大家呢还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呢大家呢改编了这个于天的经典歌曲《榕树下》，还把它演绎成 rap 的版本，现场非常热闹。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。 其实不只是于天呐，包括他的儿子、女儿，其实呢今天都来到现场来力挺他了。另外还有这个林非凡呢，今天也是特别来站台，包括呢主持人也是 cue 了这个林非凡一起来唱歌，还一起参加了这个凌波舞，现场非常的热闹。而于天呢，其实在现场也端出了他的青年政策呢，希望呢可以拉拢一些这个青年票源，一起来对抗这个劲敌李明蔚。